看一下我们家乌龟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你看这里有一只在睡，龟到就挺好的。每天都泡澡刷澡，每天都吃得很饱。欢迎现场挑选参观，然后还有一些在后面我就不拍了。这里是四缸哦，这里是四缸，比较中小型的幼龟啊，哦幼龟啊。